它这个锈是属于很厚的锈。嗯，这么厚的锈，厚的锈来回走一遍就可以啊。不错耶。你们可以从这边拍，那边的话你背光。看到没有？哎，看，你再看一下啊！他们那冲直接把它车里你上去打爆了，打爆了，直接就爆了。哦，爆到空气中了，你是说？哎，对了，直接就打爆，确实很干净。嗯。